美股走势评论，2022年4月10日，Todd Butterfield 威克夫 SMI。在过去几周 SPY 大盘走势在调整中，得到买入的机会前，我们认为回调需要再见底一点，并 Tech 指标读出超卖。我们对 SPY 是看涨态度，我们对纳斯达克 WWG 指数走势是同样的策略，在做多前等回调在短线先再见底一点。目前 Tech 指标是读出41.88。我们对 WWG 走势也是看涨态度，像我们预测，美股 BRKB 的 Tech 指标回落了，指标在上周三抄底并读出超卖34.4。我们对 BRKB 美股也是看涨态度，跟我们预测不同，美国国债走势跌破了，走势见了新低。目前我们对 TLT 没有更新的看法，我们认为黄金 GDX 走势目前还是横盘价格行为。等走势抛售，我们应该会在36的位置建仓。关于美元 EUP，我们是看跌，我们希望新高是一个 UT 行为，并且会留意做空的机会。谢谢大家。